我希望能够我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让更多不了解唢呐的一些观众了解到唢呐。我叫刘文文，山东人，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做一名唢呐教师，唢呐表演专业的在读博士，也是刘氏唢呐的第13代传人，演奏最多的就是百鸟朝凤，加入了我母亲那边传承12代的这个卡戏的绝活吧，去学公鸡打鸣和母鸡下蛋，这么一个非常接地气儿、很生活化的场景。我们还跟随交响乐团进行国外的巡演，国外的观众他会非常不保守的对你的音乐去评价、去感叹、去惊讶。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是跟随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关夏先生到了这个圣彼得堡去参加中俄建交70周年的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也是作为这场音乐会的唯一一个独奏家。那么我去演奏的作品就是《百鸟朝凤》。当时在台下坐着的就有我们国际上非常非常知名的指挥家瓦莱里·杰杰耶夫。我下台以后，他就跟我说：“哇，你太棒了！你这个演奏的，你那个是怎么出来的？那个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是让我觉得，哎呦，好像我现在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是感觉到非常非常自豪的。在我小的时候，大家还对唢呐是这样子一种固有的一个概念吧，觉得唢呐只有在红白喜事儿的这种场合，在一些什么庆典仪式啊，或者是宗教仪式啊，才能看得到。我自己也比较排斥唢呐，我觉得唢呐太吵，非常响，吹起来又非常非常累，很耗体力，所以我当时特别想把唢呐丢弃掉，专业的学习舞蹈。其实我最早学的就是舞蹈，大概3、4岁的时候就开始去学了，大概学了有8年的时间。但是父母希望我可以一门心思的去学习唢呐。我父母都是吹唢呐的，而且他们在山东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算是民间艺人吧。父母给予我的压力，给予我的使命感特别强，他们从小就不断的给我灌输，父亲这边是传承了，已经期待了，然后母亲这边呢已经传承12代了，但是到了我这一代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吹唢呐了，所以这一下子让我感觉仅仅就是2代人的时间，我们这么一个传统的乐器从一个这么大的家族一下子就感觉要断崖式了，所以让我感觉我更应该去把它传承下来。我大概是从4、5岁开始接触唢呐吹奏了，早上父母大概4、5点钟就把我拎起来去附近的公园去练琴，下午放学的时间段要去练，每天都是这样子重复。上面这个我们管它叫唢呐性子，它呢是由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哨片，然后这个红色的是叫气盘，然后中间这一条呢它是铜做的叫铜性组成的，我们把它用线啊把它缠好，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唢呐上面，然后我们也会通过口型啊、嘴唇啊、舌头啊互相之间默契的配合，发出很多技巧，就能出来很多非常好听的声音。2003年的时候，跟随我的父母来到上海，认识了刘英老师，也是任同祥老师的学生。我是2008年的时候考上上海音乐学院，2013年的时候又继续跟着刘英老师攻读这个唢呐教学法专业的硕士。刘英教授他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多关于唢呐的磁带，就疯狂的收集，吃饭睡觉做其他的事情我都会放着这些音乐重复他某一首曲子，甚至是某一段旋律。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自己好像是真的融入到这个专业里面去了。我觉得在练习唢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体力的一个磨练，我那个时候在练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疯狂，基本上每天在10到12小时，我就一睁开眼就要去吹，然后一直吹到晚上。
这种过程是最煎熬的。我邀请了青年的作曲家孔志轩老师为我定做了一个唢呐协奏曲，叫《麒麟颂》。这个作品很多的创作元素都是我们山东的戏曲，比如说柳情戏、山东梆子。我是希望能够把鲁西南吹打乐这么一个民间的音乐的形式和状态传承下去，发扬出来。现在大家对于唢呐的认知好像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唢呐它有很多出圈的很多民间艺人啊，或者是热爱唢呐的学生音乐人士，他们对唢呐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诠释，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怎样才能让年轻人更加热爱唢呐？我们可以玩一些跨界的东西，比如说怎么样让年轻人来了解百鸟朝凤。那么我就想到了把这首百鸟朝凤用爵士、用 bossa nova 的这种舞曲的风格诠释出来，其实就是想多吸收一些西方的这种音乐元素来为我们中国的民族器乐作品来服务。作为新一代的国乐传承者吧，我是希望能够把老一辈的艺术家所留给我们的传统的经典的东西继承好、传承下去。过度的圆滑一点，在教授学生方面也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先把我们传统的经典作品、传统的根学扎实了以后，再去有更多的拓展。我是希望在我年轻的时候多多演出，把我们的中国音乐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推广得更广一点。